冰冰在36岁生日当天接受李晨的求婚，人生将正式进入李太太的新阶段。但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意外。在2015年范冰冰生日前夕，腾讯娱乐封面人物对她进行了专访，她畅谈了与李晨的恋爱经过。那个时候她就反复强调，李晨在她心目中是完美的，这是一场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，两人不仅是场秀恩爱，在事业上也是互携互助的。当初的采访中，范冰冰已决心要李晨，还5次夸她完美。范冰冰说李晨这个人就是简单，三观极正，因为他是军人家庭出身，男人那个热血完全不太一样。看完了阅兵之后，他就觉得我们的祖国多么的强大，飞机坦克多么先进，特别直男的思维。当问到冰冰李晨有没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，范冰冰赞道，我觉得他挺完美的，一点点不好都没有，他就是完美的。你是自带滤镜吗？确实是完美的呀。接着聊到范冰冰出道18年来第一次公开与李晨的恋情，范爷觉得也还挺好的，没有什么压力，而且他是完美的，这是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我很少遇到完美的一个人，李晨是第一个。